Hello，大家过年好啊！又是我啊，给大家拜年了。这一次呢，又是我的 vlog 时间啊，看看我的工作人员又给我出了什么相关的这些话题啊。今天是除夕嘛，肯定少不了一项重头戏，就是全民大联欢的春节联欢晚会。所以今天的这期内容呢，就是跟春晚有关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春晚语言类中那些经典的一些台词。语言类，老实说啊，我可能对歌舞类的关注更多一点，但是语言类的，历年来说，好像每年也都有那么一两个爆款，我试试看。我先来第一个，是一道很简单的热身题，下蛋公鸡。宋丹丹老师，我用模仿那个腔调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它是战斗机，对，这样。欧耶，欧耶，对，欧耶，对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啊，这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真想不起来了，告诉我吧。火辣辣的小辣椒，它透着心里红。我脑子里没这段，我是不是？这不是天津那个什么快板老说的，就他后边接什么都行，就什么竹板这么一打呀，别的咱不夸，夸一夸，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了，夸一夸，咱们天津狗不理包子，好见于老太太吧，啊对，拐一年摇一年，缘分啊。吃一堑长一智，谢谢啊，自学成才。对，这个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！哎呀，好熟啊，这个 苍天呀，大地呀，是什么赐给我的？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哪位天使？天使姐姐什么？天使大姐什么？替我出的这口气，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。不是，话全我说呀，我71，他75，啊，这是俩人对数，我71，我75，我属鸡，我属虎，他是我老公，他是我老母。分哪？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而是吴邪。这个是沈腾老师的。最后一个，每一位成功的领导都有一个。我可能也是没看这段，都有什么啥？脑门锃光瓦亮脑门，哎，你真的就对了六道。我再来一个附加题加分来，你出生那年的小品来，宫廷玉液酒，一杯二百，二百几了？二百不是二百五吧？180一杯。啊，这酒怎么样？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那个大概多少钱一杯，但是他怎么不押韵啊？这句话，那我给你吹。恭喜你！所以呢，成功是不是又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奖励你，过两天再来拍一个 vlog。新年快乐！我猜到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还是要送上一首比较喜庆的过年的歌曲。上次唱的是那个“恭喜恭喜恭喜你”，那这次就“恭喜你发财”。恭喜你精彩，把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哦，礼多人不怪。其实刚刚那个环节啊，就是替大家回忆了一下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些比较有记忆点啊，带给过我们快乐的这些节目，也可能也能带给我们一些，哎，当年的一些回忆。其实想了想，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，其实还是和那些平时可能一年里见不到一次的那些人可以聚在一起，大家一起吃一桌的菜，然后呢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，然后到除夕夜的时候再吃一盘热腾腾的饺子。此时此刻呢，我也在这里祝福你，希望呢你身边也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。再次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